们这次来到了印度咖啡 The White House。影片所提供的评论及建议标准以味道值不值得大老远前往和排队品尝为基础，仅为个人口味及意见，请大家斟酌观看。Singapore, a crowded city with lots of food variety. Thanks to Michelin Big Gourmet, we have 58 delicious foods that we can get at super reasonable prices. Welcome to Let's Meet Up series. In this episode, we are bringing you to next station, Newton.这次来到了印度咖啡 The White House， 那这里呢是一间布拉纳干的餐厅，而且现在整个餐厅只有我们这一桌客人哟。我们点了两样，就是米其林上面推荐的两样，一个是阿桑巴沙，一个是他们的 Wagyu Beef 人当。所以我们先来讲这个阿桑叻沙，我终于在新加坡吃到一个我喜欢的阿桑叻沙了。这个阿桑叻沙呢够酸，不得不说很大碗，可是问题就出在呢菜太多了，真的太多了，所以这个就是它唯一小小的一点缺点。我有在马来西亚吃过就是那种很大块的鱼肉的，这个呢就还好，鱼肉蛮散的，蛮小块，这也是我其中一个评价。那我们要提一提这个 Wagyu Beef 人当，我觉得我应该是第一次吃 Wagyu Beef 吧，很好吃，整个肉超软的，虽然有一点点小小的腥，可是这个人当呢就把它配合得非常的好。可是大家不要误会哦，这个人当其实不是马来人当几根，它是完全不同味道的人当，可是真的煮得很软，然后牛肉也很嫩，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蛮配饭的。整餐下来呢，真的我会给一个好评的呢是这个 Wagyu Beef 人当，真的很好吃，都是好吃的。可是呢来到我这个 series Let's Meet 这个 series 呢，我标准就是你如果住在很远的地方，你会不会特地花费时间花费车程下来吃？如果只是 Asam Laksa 呢，我建议说Malaysian 没必要啦。这个 Wagyu Beef 人当呢，我会提议可以，我很建议大家下来试一下这个味道，真的不错。好啦，哦，that's all right.